Now find the remaining hell priests by activating your celestial locator. The second hell pries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Earth. I will calibrate the portal now. The hub has several areas locked off due to power constraints. Once power has been restored, you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he entire ship. Hmm.将哨兵电池放进插槽。OK。Sentinel energy levels rising. Re-establishing power to core and supplementary systems.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会解锁一些功能了。哦，是新的枪吗？冰霜炸弹。哦。Modification to your equipment launcher has been completed. Once fired, the bomb will douse nearby enemies in freezing gases. You'll have to manually toggle the launcher to fire either ice bombs or frag grenades. 搭电梯下去监狱。是电梯吗 ？Nope， 这不是电梯。这是电梯吗？这也不是电梯。电梯在哪？Nope， 那也不是电梯。哦，有这艘船，这艘船蛮大的嘛。哦，还有收藏品，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武器。哦，哇哦！所以电梯到底在哪？哦，这里。Hello， 苹果醋，今天玩得完吗？不知道呢，我记不知道这个总共有多长。哦，那是我们的那个机甲。厮杀战场。对啊，是锁定的意思吗？还是？恶魔监狱可以让你练习与恶魔战斗，你不会死亡或永久失去，例如弹药或额外生命。哦，所以这是一个练习场的概念。天哪，我们这个。好变态啊！把一群恶魔关在这里面给我们杀，所以这里面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进来爽的地方。我觉得光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玩一天啊！真的，怎么没有比较？没有哦，他好吧，他这一次不让我们玩太久，叫我们回家，怕我们在这里玩太久。取得执政官装甲点数。哦，所以我们的钥匙就是要拿回来这里用。OK， 花费执政官装甲点数购买执政官的辅助技能。OK， 选择一个分类。哦，这么多！每一个被手弹炸死的恶魔都会生成炸裂散弹，这个屌啊！
发射两次才需要充能。我们先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很屌啊。哦，这个要四点。我们还是买一个吧，我们买这个吧。OK， 我们有六点。这个应该是升级这个武器的，我们升级一下这个吧，我们还没升级这个，呀，那个不能升级，我们可以升级这个。使用重型大炮击杀敌人会让微型火箭弹的伤害提升 30%。 OK，对，所以这样我们就有这个五点攻击了。使用连续炸弹摧毁25个机械蜘蛛炮，哦，所以那个叫做机械蜘蛛炮塔。OK， 哇，所以我们这艘船其实很大，欸，非常，这是一个船吗？还是这是一个基地？这应该是艘船吧。对吧，啊，这是一艘船，长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好像那个 Borderlands， 你在你的那个船上面随便设定一个什么地方，那你就可以传送过去，传送过去了。任务挑战是自由选择参加的试炼。OK， 我现在应该不会太专注在这些任务上面，因为我想要先把它打通关一次。No， 我死了。Yep。这个每次跳下去之前都要先想想啊，我们要怎么过去。哇，有种他们变硬的感觉。We oh no shit。这些东西好硬啊。那边实在太适合。哦哦，你还活着。真是有够硬，欸，借我切一下。这些是人类变的吧 ？Oh my god！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怎么攻击我们，结果还是蛮强的。
他我直接把他的头打掉，会有一个嘣，像那个瓶盖被打开的声音。啊 ，shit， 这要怎么打开啊？嗯，而且外面还有一个那个东西可以拿。哦哦。邪教徒钥匙，我们需要 Markram Key， 各位。No！ Oh shit！ Is my time at an end? Let's see if you're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this cursed city. Oh my god！ 你们会喷火。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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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it! 等等等，我得用我的那个冰冻冰冻冰冻。等一下，冰冻怎么用来着 ？Oh my god! The Slayer has arrived. All mortally challenged personnel, please be advised. 按 G 换 ，OK。等一下哦，刚刚那个加一的那个地方呢？算了。肥球。OK，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枪打掉。OK， 打掉一个。哎，嗯，啊，怎么这么无聊啊？就直接戳下去而已。哦，有一只。哦！哦，哇哦！好痛啊！哦、oh, ，我老是按错，过来。这只好像不会过来，因为它会卡在那上面。哎、没了吧？呼！哦，只是翻上来 ，OK。Oh my god， 有点多汁啊！
等一下，这是哦，没有，那是我们进来的门。怎么又是你这一只？给我 OK， 这样就有子弹。所以是这里。哦、OK。呀，电浆步枪。OK。所以我们得打开这个。哦，终于，火箭筒！哎，哇，他居然没有直接死、欸！哈哈，爆掉了。过来，我需要，对，我需要近战击杀你啊！啊哦 ，Oh my God！ 上不去。哦。走错地方。哦，那我让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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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 ，fuck。不行不行，我得切一只来补一下血，就你了。又是一个符文，嗯，这个好了。哦，shit，我错了。
你是什么东西？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有够恶心的哦！哦，他死了，哦，可惜没有，哦，这里还有哎，正好，我还觉得刚刚那只没有荣誉击杀到，有点可惜。ow， 有了。Oh shit， 我以为他已经好了。OK， 我们一定要升级的当然是我们这个火箭，引爆所有飞行中的火箭，锁定目标可发射三枚火箭，那当然是这个了。还敢拿盾牌啊？感觉这个世界里面的门。都是用拳头来开的。哇，三颗他们直接死了。然后我拿火箭打他干什么？哦，又是你！咦，鱼眼睛，这个来自己开火，哈哈什么东西在偷打我？就是你！啊！我给我这个血！好、哦，他死了！哦，蜈蚣又来了！Oh my god，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我、啊、？Ow！ 我只剩下火箭筒有子弹。God damn it！ 不行，你得给我砍一下。谢谢你。Oh my god， 不要烦我。敌人越来越多，先不要烦我，让我拿一下这个。哦呦，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它真的是跟切面一样。哦，我们真的特别喜欢喂他们吃他们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有谁啊？就你，哦，你跳走了 ，you bitch。这家伙呢？我们的武器点数有多少？二啊、哦，我们才用过，讲起来。那、欸、你还不死啊？哦，我没有散弹枪的子弹，等一下哦。OK， 吃。呀，让我爬到他后面。欸，给我你的眼睛。我们现在只有这两把枪有子弹。Your salvation lies in his destruction. The myth of the Slayer's strength is exposed now to us.Can you see it, brothers? He has lost the resolve to continue. Eat his soul. I must survive this. Protect me in my time of need, and you will secure your place in the new world. 喂！哇，他们还真的是。他们还真的是屹立不摇呢。喂，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啊？哎，你，你也是，尊重一下好不好 ？OK。Your super shotgun is nearby. Super shotgun.The priests have kept it hidden from you in this remote location. 大胆，居然敢藏我的散弹枪！Fuck off！哦，这是那个双伞。Oh my god！ 这是 Doom 最经典的双伞。What the fuck？Oh, shit. 看来我是要下去啊。白球怪是一种路人恶魔，会在世界中游荡。所以他们能把他们打飞，与其他恶魔说。哦。All mortally challenged personnel. The Slayer is inside the facility. Please proceed with aggression.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行走炸弹的概念。我的电浆枪呢？啊，浪费了！我没看出他是那个。啊！他们实在不该制造出这种恶魔的，对我太有用了。God damn it， 这个东西真有够难打。
Oh no！ 快走！哦，他死了！我要没子弹了，我等下要切一只哦。哦，我赢了 ！Oh hell yeah！我应该是赢了吧？这看起来非常的危险。Shit！啊 ，OK， Nope， OK， 我们一样升级这个。现在好缺子弹，哦，我以为不穿过去是会死掉，原来是要下降。 Oh my god， 糟糕，他没吃到。这样就对了。等下，不对。No！ Fuck！ 然后 ，Come on！ 耶！我们做到了。接下来呢？哦，我们要到那里 ，OK。放，我们子弹不够，先不打他们。好吧，他们还是会来找我们。Yes， OK， 我们终于有子弹了。OK， 怎么感觉我们是要解放他？Neural connection successful. You are now in control of the Revenant drone. You may use it to reclaim your property.Nightmares creep
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 I'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